欢迎收看 KPL 最佳团战春季赛季后赛四进二最佳团战，来自于 QG IBE 和 Eastar BO7 的第三场对决中，比赛来到20分钟左右，双方多人带着复活甲集结于中路，试图寻找开团机会，大战一触即发。只见露娜杀入敌阵，率先发难。就在此时，诺言的老夫子在一旁直接闪现大招，拴住不知火舞，配合队友将其秒杀，随后撤离战场，伺机而动。见敌方多人残血，老夫子再次切入战场，挥舞戒尺，在乱战中敲死两人。诺言的老夫子团战思路明确，优先攻击敌方输出，带领 Eastar 零换四赢下了关键团战。好的，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 KPL 春季赛总决赛的赛程安排。您可以通过王者荣耀游戏客户端和王者荣耀助手参与到比赛的竞猜，更多精彩内容尽在 KPL 王者荣耀职业联赛。以上就是 KPL 春季赛季后赛四进二最佳团战的全部内容，我是英凯，我们下期再见。